枪口加一尾，拿到了对 K， 加注到九千。于十三 HJ 位拿到了 AJ。于十三不会熬了，不是不会那个三败的吧？奥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，他只有十三万的筹码，但是太莽撞了，你知道吧？看看他怎么选择。这手牌应该面对枪口加一位拿到 AJ 不太可能弃的。德万应该不太，我也觉得他不太会玩这样的牌啊，因为德万看他那种九十能看出来他玩的还是比较紧的。哦，那这样的 KKAJ 啊，哥们戴上墨镜了啊。于是咱也戴上墨镜了啊，这帮人啊。哦 ,A16, 一说你拿到 KK 这样的牌，最烦的一张牌出来了，这张 Ace 了。啊，这张牌当你拿到什么，尤其就是 KK 这手牌啊，你最烦这张牌了啊。Marley, I got a question for you. 于十三他可以一直在看着对方，还挺，说实在的，于十三这个姿势还挺酷的。不看牌啊，看着盯着人看了。哦 KK 这里边自己主动打出来啊，下注4500。Is there less incentive to defend? That's a really good question. 下的说实在的，这个注下的非常的轻。I think our bet's 4500. This is kind of a spot that I normally wouldn't expect somebody to bet. You know, 27,500. 我想算一算是多少啊？不太。5735，4728，四分之一底池啊！哦，这时候可能于十三觉得你下的太轻了，我加注22000啊。于十三这个注也是，他并不是就是看出对方是对 K 啊，他可能这里边于十三拿到这个牌啊，就是有可也这里边也有验牌的意味的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怕，毕竟前边的人是枪口加一位。就前面枪口加一位的人也有可能是 AKAQ 啊，他一张踢脚不够好，他这里边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那在对 K 的眼里，这个举动也是奇怪啊，对 K 为什么 call？ 对 K 就觉得你一张 A 你没有必要 raise 我，你知道吧，你一张 A 我，你一张 A 可以平 call 我的，你干嘛要 raise 我？然后转牌发出一张方片二啊，这张方片二非常的有意思，一张空气牌，就局面并没有变。这里边就能看出于十三他 flop 这个 raise 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如果他认为自己是领先，其实这种牌很难读的，除非是于十三盯着对方看，盯出就是盯着看出点什么啊。要不然单从牌来说，你现在于十三不好判断对方是 AQAK 啊，还是就是他能赢的牌啊，一张十这么靠你，甚至是对的啊，很难判断的啊。这拆一下就能看出来了 ，flop 他就是试探的意味很浓的。哦，这个河牌也非常的有意思啊，这个荷官真的是会发牌啊，那转牌河牌都非常的有意思，转牌没有改变局面啊，领先谁领先就是领先，落后就是落后，完河牌又发出一张 A， 在 KK 的眼里就是你有 A 的概率降低了，但这里边如果是 KK 的话，可能这里边自己下个阻止注会更好，比如就下二分之一底池这样的注，既是阻止住又是架着住啊，一张十没准别人也会试探你的牌力的。就在 flop， 就这里边阻止住的意味就是，如果你这里边你 KK 不下阻止住，别人要真有 A， 他自己假装投机啊，他下了一个大注，你就很难办了。因为现在 KK 其实他没有任何信息，对方有 A 还是没 A 的，对方是买牌那么打他还是？也不太好判断有 A 没 A 啊，就是这个转牌和牌都没有太改变局面了。哦，他选择 check， 其实我可能觉得阻止住更好一点啊。
decides to finally check. 这里边于十三又发出一张 A 啊，其实外边只有一张 A， 他一张 A 很有可能是好的。I agree with you. 但这个时候在于十三的眼里，于十三这个人也挺谨慎的。他会不会觉得他如果是 AQAK 这样的牌，应该合牌会主动打出来啊？借我这张 A。因为你，但是也有可能会稍微忌惮点 A 十。这手牌看于十三的，看于十三的读牌吧。哦，下注七万了。于十三就是认为自己是领先的啊。因为毕竟发出公对 A 了，你再觉得有点怕 AQAK 多少啊？因为对方其实打的确实也不像 AQAK， 甚至是 A10 这样的牌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下阻止如更好一些，因为你下阻止如就是怕这种别人打的重啊。就算你这种你觉得你是 KK 领先，别人有可能偷鸡这么打你，其实没有太多的信息的了。不如自己主动打出来，打个二分之一底池。别人要真敢瑞斯你，你真的可以弃牌，因为你在枪口加一位是吧？你其实最可以表示有 A 的，别人还敢这么打你？主要就是这手牌没有太多的信息，转牌和牌都没有怎么改变局面。就是 flop 如果对黑领先就是领先，他落后就是落后啊。而是 flop KK 的判断就是于十三他没有 A， 因为有一张 A 他没有必要 raise 我，一张 A 你call我控池就是一对是吧，你没有必要把底池打大，你call就行了，一张 A 他觉得很奇怪你 raise 我，觉得不是 A 啊，就是他是这么认为的。然后转牌合牌情况没有改变，那么 KK 也没有就是他也没有就是改变我的想法，就是我还是领先的。但是于十三合牌这么重的注打出来了，还是弃掉了这个牌啊。其实吧，弃的也很难受啊。我会觉得，虽然他这么的是省筹码的，但是他这里边就是情况没有变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判断并没有变，他合牌的时候自己主动打出来更好一些啊。咱们有时候不能从结果论的，你知道吧？他现在弃了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弃的对还是错，你知道吧？只能是上帝视角，结果他这么打是对，他让他省筹码了，但本身他不知道自己是对是错的。就这种情况有可能对有可能错，但这把他是结果而言他是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怎么说呢，算了先不说了吧，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吧？就是他的就局面没变啊， flop 就是判断没有变。看德万在枪口位拿到了 AQ， 加注到一万三四，显然是玩不动的，这个牌不咋地呢。三四这个牌，这个牌换成三四同色，他这个牌也不怎么好啊。 A10 也没有玩啊。哦，小盲位拿到了对 J， 但是咱们可以看出啊，于十三手里边也有张 J 哦。枪口加一位的德万啊，因为德万的范围本来这个人就比较松一些啊，就他本身自己的形象，所以这里边啊，将对 J 这个牌牌力还是很不错的哦，做了一个三 bet， 38000啊。因为他在小盲的位置，小盲的位置他想让自己打得更主动一些、现在德万拿到这种相对而言面对三 bet 有一些棘手的牌 AQ 啊，这德万被三 bet 好几次了吧、我印象中是两次了啊。我本来看德万玩我都是想录下德万打牌的，但被三 bet 都弃牌了吧，又被三 bet 了吧。AQ 这种牌一般的情况下啊，通常我们拿到 AQ 被别人三败的最好的，就是不是说最好吧，就是一般通常比较好的情况你都是用 call 去防守啊，比如用 AQ 这种牌做四败的，因为一旦你做四败的了，就是你没法判断对方的是这个牌，很难说是领先落后的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怀疑对方，就是你平 call 防守更好一点啊。德万这里边也是一个call，看翻牌是 K99
哦，这个翻白还有些意思哦。这张 K 啊，84000，这里边其实更多的情况下是对这啊，尤其面对德万这样的人，你还对这自己主动打出来，表示有一张 K 会好一些啊。因为这里边你对这，你一旦自己不打的话，你给别人打，就是别人一下注，你不知道他是偷你还是有 K， 你就完全没法判断了。因为对这是做三 bet 的人嘛，他最可以表示有这张 K， 所以这里边他下注也是比较让人会相信我有 K。这个注也不用下得很重，说实话，84000下个什么三分之一底池，28000啊，3万可能就大差不多三分之一底池吧。因为这是一个单挑嘛，单挑 ABB 面啊，这种面你有牌就是有牌。没牌就是没牌啊，就多数情况下这就是这样啊。下注28000 ABB 面，说实话德万这个牌他 AQ 啊，这种情况他也不太好，就是这里边也不太好弃牌的，因为对方如果没有击中牌，你 AQ 就是领先的，你最高的两张牌面是 ABB 的牌面啊。Yeah, he's getting a pretty good price.Got three bet pre-flop, and all of the value hands that are three betting you pre-flop. 说实话，这里边也可以 raise 验牌的啊！你要真 raise 了，对方敢 call 你，那就是有 K 了。No, you are beating some bluffs, and you are beating Ace Jack. Bluffs and Ace Jack. 这个牌不是不能 raise 验牌的。And he does decide to take. 就是我只是提供了一种想法。德万这里边是 call 啊，哦，转牌是一张空气牌，一张红桃二。这里边现在对这太打了，对方 call 了，到底有没有 K 啊？三百的底池很有可能有 K 的。我觉得德万这个人的范围还是挺宽的，你说他有没有九啊？咱们是上帝视角，前边看了德万打手里边的牌啊，知道德万是偏紧的。但是他们会没有观察到这个情况、啊。这里边对这，现在就会比较难受。不过如果这时候对这还能再打一枪，就能100%的试探出。如果这一枪对这如果再打个什么二分之一底池，对方还能靠的话，那其实对这可以就是放弃这个底池了，在合牌没有改变局面的情况下。但这里边选择控池啊，还是没有办法判断。就是打就怕什么呢？你打就怕对方真有 K， 你打个什么二分之一底池，就这筹码就送出去了。这里边德万也是控池啊，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。合牌又是一张八，也是没有改变局面。这时候对这也很有可能过牌控池的，那转牌控池了，合牌也很有可能控池啊，或者下一个小的阻止住。但是下小的，就是你对德万这种下小的阻止住也没有那么好啊，因为德万看你下的没准利用阻止住偷你哦。说实话，下个阻止住德万这个筹码，但咱们上帝视角知道德万陈老师这个牌，德万也是有开牌有不错的开牌价值啊，就这种牌发出28 ABB 面发出28。这里边对这 check 德万，这里边也是很有可能 check， 就是德万这个筹码量，说实话，你一下注 all in 偷你，这正好很合适的筹码，很不错的筹码量啊。德万这里边应该也不太会打，他有很好的开牌价值，就这么放。但是这个一开牌输了，14000的底池，对方是对这个。看德万打手牌，我看德万打手牌不容易，前面我一上去就被别人三败的哦，这把其实也是个三败的哦。